期耍大牌，谁上跟谁来。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一期耍大牌，我是张磊。今天我们的解说嘉宾董旭斌董大师。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的签到密码是刘勇。大家可能最近在我们频道看到了我们的一个宣传片，就是3月26号又有挑战胡大师的活动要举行了。胡荣华大师的名字呢一直是如雷贯耳，但是像我们这种九零后八零后哈，都对胡大师呢历史功绩其实不是太了解，所以作为业内人士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胡大师应该说是我们象棋界的一代宗师啊，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这个棋坛生涯中啊，创下了4项纪录啊。第一项呢，也是到目前为止，这4项纪录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破过啊。第一个就是最年轻的全国冠军，15岁啊就登上了全国冠军的宝座。第二项呢是长达20年的比赛当中啊，连续10届拿了冠军，我们称为10连霸。第三个呢是，在这么多的比赛当中啊，他一共获得过14次全国冠军，排在第二的是6届啊，一半都不到。第4项啊，也是年龄最大的全国冠军，在他55岁的时候啊，再次啊荣登冠军的宝座。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能够在这个年龄段啊能够再实现突破。实现突破确实非常的不容易，也是非常的伟大。是听起来真的是名不虚传啊。但是我觉得董大师还是有希望，以后人56岁、57岁可以再努力一下哈。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3月26号举行的挑战胡大师的活动。好，来看今天的比赛吧。参加上海3打1电视擂台赛，请登录www.17dp.com 下载游戏客户端，参与每天12点44点以及20点至22点的网络海选。每天海选成绩前3名的选手将直接入围18点的电视擂台赛，一旦成为擂主，就有机会获得1000元现金大奖，成功守擂累积奖金涨不停。此外，凡连胜3擂的选手还可获得晋级年终总决赛的资格，角逐10万元冠军大奖。今天1号还是擂主齐峰，守擂次数2次，单场3000元奖金。2号朱俊敏，公司职员，海选第1名晋级。3号任家良，公司职员，海选第2名晋级。4号汤于雷，自由职业，海选第1名晋级。请大家去微信订阅号为自己的选手投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擂主齐峰。回顾昨天，有几把牌打得有点失误，还好最后幸运女神还是光顾了我，让我能够守擂成功。今天应该放下包袱，轻松应战，给牌迷们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好，比赛正式开始。2分。任家良啊，第一盘没大猫没王的情况下，靠3入多选择了2分，底牌帮他补进了一共4把炸弹。现在上面9道 K 的配置，我们来看他第一手开局，普通是担当的勾，作为汤玉雷来说呢没有进攻的可能性，那就放。出路是破王俘虏啊，这一手有点奇怪。门板顶尖，地主毒王顺势过掉，中路和下家分别动了一张王。哇，这么大，这张勾呢是曾经让中路封王的。那个汤玉雷呢，哎，3家王都动过，那地主有点搞不懂了，是否是王炸弹破了之后呢另外有炸弹。反正作为地主来说呢，现在肩俘虏呢是活的，先暂时不动。门板是否扛 K？ 扛住了。中路想偷啊，6、7、8、9。
四张三。嗯，门板再炸，单杠的 K 再来传递。唐玉雷也想拖的话呢，就上大猫，他还是上王，打成大猫沉底。现在在三路上面呢，哦，地主是选择了肩负加八道 K 的啊，九道 K 的配置。倒是也没框牌了。他有三张六，一张 K 啊。其实还不如选择光三啊，三张六先出一手，然后三尖收。三张六也放弃冲了，做不了了。嗯，啊，他否则打三张六还有点变化的。假如中路啊三 K 一碰啊，他三尖啊，将来有可能打成八道皮蛋的武顺，做大八幅的大一对 K。两分，三分，四五六连环炸，七八飞机 K。没大猫，但 K 尖姐妹对，嗯，三十两框，王能带一对，带一对九，嗯，牌也简单，就单张进小猫了啊。然后飞机假如能冲过的话呢，就是打两炸。啊，他选择单张的十，其实还是单张的三。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他因为单张接下来是不要的，而不是让延缓农民这个进攻的势头啊，所以没必要去打单张的十。也许门板慢一攻啊，嗯，将来罗留留小，嗯，落小单啊，给他过牌，他现在三是永远过不去了。他现在就是等了，也是指望不管这张三了，最后再说。嗯，一二三四五，三到八，七到 K。五张勾哦，是定位弹。这把牌呢，外面也是两炸加有飞机。那，没飞机的，早炸，嗯，直接走了。哦，有飞机，门板确实有九十，有五张三的。他没想到对家是定位弹啊。两分，黄帆，齐峰呢拿到两张大猫，手上两炸，开局应该是五俘虏，尖俘虏、王俘虏，中间可能配一把九道 K， 甚至是七道 K， 王俘虏搭一对勾，嗯，他是搭了一对七。搭对七有点差，搭对勾好，搭对的勾好在什么地方呢？他将来就是八和皮蛋的两框交给两个大王，现在一样，他也是八道皮蛋，差不多。嗯，他也是将来配九道 K， 现在过掉一对勾呢，他会冷一冷，等待过两张八再动两尖，他直接上了。朱俊敏知道这个王不破呢，两尖是最大。等于这个对子的效果呢，让地主啊毙掉了一把炸弹。单张进大猫啊，打外面只有一炸了。这把牌地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嗯。将来形成大猫成体。五张牌了，不炸。门板没炸弹，有炸弹对着一传，地主就不够了。哎，这把牌吃风，两尖，效果很好。
逼出了一把王，逼着农民分了王炸弹。嗯，我们擂主又是三把炸弹，两分会叫两道。伟嘉怎么样呢？伟嘉应该不会抢。对，九补上一把，七八两对，但 K 可以打七八，开局反正就是三把。四把炸弹，过境尖，过境小摸的话呢，小摸总是先过了，还有一等待门板降格，门板应该不能攻。哦，对子来了，地主先过一对十，两王还能进一次手，然后回到单张，争取把小摸过掉。当然农民打得很积极的话呢，单张直接大猫主机再来传对子，现在地主呢过境打掉多啊，过境小猫就坐等农民再来对子，门板怎么样？没有，对子再来那就是正中下怀了，落单啊！看看门板怎么顶，地主过肩呢就是打两炸强攻，不过肩就是等两王上手打三炸。不会又对子吧？单张已经空门出现，执着的对子，地主完美的实现了他的意图。炸弹追了，让我先等了一下，先炸四张纸。再下一层，积分来到了十一啊，领先十二分了。第五盘，七八尖三炸，没有三路，也是很难受啊。不叫嘛，有点可惜。叫呢，底牌很难补，但是呢。朱俊敏蛋 K 勾蛋 K 三撩把它抢掉了。嗯，下面是五六两筐，只有一炸。哇，这牌口朱俊敏是只有一炸，将来的配牌也是只能五道十九道 K 王府去搭对七，这样可能算配了最整的了，但是呢炸弹是只有一把。哎，这边是破肩俘虏肩炸弹哦，他只能用两炸，对，他七八炸的，索性不要。门板的牌也很整啊，这样他的配牌就很差了，变成五到九。地主想保留点子牌的实力。直接大猫了，攻姐妹队。哇，这个姐妹队地主也不舒服啊，死勾蛋也不能碰。哦，强碰全框，门板也不炸，照理门板呢就五张三跟下去算了，把牌打明了，这张十六号把门板卡住，这门板前面就应该炸，给地主啊多扔掉了一张九。这是绝命弹，六到 KB， 林嘉良呢也不准备先放门板了，自己呢先把地主的炸弹逼出来，地主不要，那自己跑掉。
五六的飞机，一个大猫，三王，三分，哇，头六，补进王炸弹和九炸弹，四五六三飞，勾弹的飞机，炸弹是只有两把。三一对，八一对，十一对 ，K 一对，配俘虏的话呢，就是四俘虏，将来是勾俘虏、皮弹俘虏，五六的飞机。无论他怎么组合啊，这牌总是散。俘虏呢，自己皮弹俘虏最大。中路直接上王俘虏了，可以。是勾弹可以逼弹，六七的飞机，这种勾弹强喷了。八一对，八一对，十一对，K一对，好，回到单张。确实不够啊，只有两张，浪了一手，那中路的一张死三脱手，不浪的话，不炸的，炸下去的呢，中路同样小猫也有机会，哦，被死三打出来再炸，五张先直接给你定位。确实这把牌朱俊闵投料也不够，连输两胜啊，这样朱俊闵只有来到了，已经来到了负十九了。康玉雷这牌也是不能喊的，强行叫了一分，补进一把四炸弹和皮弹炸弹，慌张上面是一张五，哦，他直接是勾俘虏，将来是配六七八九十，或者是五六七八九十，他首先先看看勾俘虏之后啊，农民俘虏上面怎么阻击，这边是直接王俘虏。这个对于地主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单张已经严重的失控，K 假如再不碰不动的话，这把牌就是挨打的份了。封王啊，还是很顽强，这个不动啊，就是坐以待毙，仗着自己还有三尖的防守，王是主动的分掉。三张王，一手牌都没出到。过八。八九十勾。没有打，先打单张的四，中路的构思呢，将来腾出一张王来，同时呢避免对子的油包，只能顶十了。门板，门板自己想攻的话呢，要上大猫，但是风险太大，这个俘虏啊实在是太危险，那就准备攻十俘虏了。确实盘面上农民
哦，这把顺子地主可以碰，所以门板这一手打的是有点问题。好在这边啊，正好有六顺防守住。两王成底，地主七零八落，手上还有 K 尖的框张。好在是一档，问题不大。三分。这一盘三张梦，投掉之后呢，有七张七，六张勾。七炸弹报到的话呢，下面四六就是框张了。是。否则是啊，他就选择报了两张大帽。三张帽啊，两大一小。四六的框张定型了。上面他可以配两把顺子，九道尖十道尖。多一张皮蛋。让一让，还是想要求顺子接到油包之后再来单张上面展开攻势。门板两炸，果断的把它炸停。攻对子吗？像这种牌他应该是先把对子牌型打出来。七顺地主八道尖啊，那个就是八道尖还不是正好吗？地主在看什么呢？八道尖啊，所以梁家良啊，这个将来农民万一炸你的话，现在只有他自己主动开炸，再把对子牌型打出来，是唯一的一条通道。否则农民就是一盘散沙，不知道怎么展开啊，他没炸。你炸完坚决对子，农民以后啊，就是看到地主两王也会跟进。还不炸，哎呀，这个炸弹你比不过人家，人家七张七呢。你看，由于农民不围绕门板展开，这个五顺呢又是一个油包，是倒尖。地主虽然还没到赢牌，但是呢已经打得农民慌张起来了。把王先空扔掉，让你门板知道外面是最多只有一王了。选择了一把俘虏，索性尖俘虏也扔掉。哎呦，还是回到单张，让地主有一次进王的机会。门板四王开炸，传什么呢？皮蛋，好，一对六还算好啊。嗯，你早就把这个牌型打出来呢，地主是输透的牌，现在差一点点啊。而且中间啊，由于农民没有人主动进攻啊，地主接油包的机会就大了，还算好，不输。休息一下，回来抽取签到奖。精心调制柔滑绵密的牛油果泥，搭配经典脆辣鸡腿肉，打造全新牛油果系列。去寻找，去心动，
续呼吸，换双鞋去走 Skechers 斯凯奇。香辣咸香鲜美豪爽，美味与灵感的跨界组合，无边铁盘馅料满满，必胜客四拼爆料铁盘披萨，享受无边，每一口都有料。今天是2121位成功签到。停，恭喜这三位朋友获得今天的签到奖。比赛来到了第九盘，刚才汤玉雷呢两分投了报道，但是没有打成，这回又交了两分，任嘉良三招，这口气忍不下去，直接是形成了一个尾撩，但是手上的炸弹呢只有四张王。农民四炸满弹，汤玉雷是没有必要去过啊，这牌怎么跑也跑不了，想接接力，想拖中路。中路也放弃了2345-6的变化，过掉了五。大猫是打在中路。哦，中路马上开炸了，觉得较量大的汤玉林呢应该手上有大猫，地主再冷，再浪，好在奇峰这张小猫没事啊，这张小猫上呢地主的计划就得逞，动了一张 K。 哎，这边奇峰攻到一半呢 K 他不碰了，门板的顶牌都打光了，而且王也空扔掉了，那逼着门板开战呢不现实，门板不动，这一次地主再上大猫，地主接下来的手段应该是三道钩，十钩弹 K 肩负，先引出一炸，这边又变成对子，还有两张小猫不明了，再加上汤玉雷自己的牌型呢也是对子的一个牌型，十一队没阻击，过掉一位棋，这边受不了了，开始扛了，地主皮蛋一队，地主苦战是只有一炸啊。哦，这两间分的不好，外面正好是有两王的。三间是什么？他现在手上变成两框了，三八和尖。八和尖两框，那就已经输定了，等于是。三再穿。地主是很顽强，关键他一落一啊，这边进小猫他就输定了，是啊，绝命弹也打掉了，你是想偷炸弹等着他的，就等他小猫出来再炸的，确实只有一炸，无法
和农民的这个四战就一场，已经打得不错了。一分，三分，朱军民三四三六六俘虏，还是蛮整的，但是炸弹俘虏 K 俘虏，嗯，攻炸弹，炸弹少，只有两炸，都是俘虏牌型。哦，这个九俘虏过得也是莫名其妙，让自己的小队子没了，以后船牌怎么办？一直忍耐，等待大猫或者过掉 K 之后大猫进手。好，直接进大猫了，拼三路了。没有先选择三张石，而是直接三四的飞机啊，这里面呢这个味道真的差。假如先选择三张石啊，先看一看农民假如不要的话呢，他就不打三四 K 俘虏了，是一把银牌。由于一个顺序的错误，导致他失利了。现在门牌也是考试，到底自己留五张变死牌呢，还是打俘虏？从这个牌型上看，地主应该是严重缺炸，所以他决定大猫出手。放弃啊，这把牌有机会的。朱俊明就是三路和三四的飞机选择没选择好啊，他怕三张石出去啊，外面有三 K 两分，他想绕过三 K 啊，但是呢正好恰恰飞机被逮住。做的三尖三王，只有一张勾的框上、嗯，是勾的开局，尖俘虏搭一堆六，最好是王俘虏搭一堆六，偷一手。这个呢，有的时候啊，碰到外面勾俘虏十俘虏啊，往往会偷懒啊，或者说随意，哎，最好门板尖俘虏。我偷到一手之后啊，再打出尖俘虏呢就胜算大了。现在门板也是很机警，马上把它炸停啊，门板确实比较整、这边五张三没追，非常遗憾。这个没追啊，酿成大祸。两把弹都闷掉，两把炸弹闷掉，门板确实啊、也没什么大错，关键就是唐鱼雷啊，炸弹不追不跟，他觉得四张八级别还小着呢，没想到奇峰是炸不进的。一分，两分，三猫，下面是四到八，框六，甚至是三到八，开局一张六吧。假如进一张王能偷一手的话呢，再落单那个三进大猫，将来就是皮蛋对两张小猫兽，强攻模式。看看王能不能偷一手，偷到了，再落单张的三，
或者是师傅的教一手牌拳，我打一对身，打一对身，这样他是四刀吧。他等于交了一个牌拳，再等大猫进手。道理一样，再分小猫，所以他搭一对皮蛋好，将来留一张三呢，就可以跟小猫形成一个配合。现在哎，这边汤玉雷还在打单张。哦，这手牌虽然是面对现实，但是很明显就是让地主的小猫有用武之地。而且小猫呢也没追上去，啊，假如汤玉雷小猫追上去的话呢，地主真的还未必能赢。所以现在刚刚好，这边又是一把闷蛋。哎呀，今天场上的选手连续的吃闷蛋，一分，标记为王。两分，这个两分补上底牌之后几乎要绝望了，只有一把炸弹。开局选择了五顺，能满有顶头顺，进入过期吗？过期就是两把三姐妹，蛋 K 呢是空的，还是过了一张。地主又分王，中路直接上王，准备发动攻势。三姐妹，我们看看地主怎么碰。五六七，这边正好七八九的回手，形成了跑蛋的格局啊。地主虽然 K 尖能逮住，但中路已经四张牌了。擂主目前形势不错，一片大好，应该是三分啊，报到。哎呦，起手四张猫，还有四王，王，这把牌要好好想一想。报到的话呢，有可能很难打赢的，框刚太多。不报到呢，就四张猫可以带走四筐，手上还有三张，十勾又是飞机，应该是不报到啊。嗯，应该选择不报到算了。他没选择，那就四张猫分开了，把三七 K 尖四筐带走，直接大猫了。哦，这样地主就准备强攻了。先过掉哦，这一炸等于农民白炸，过掉尖，又扫掉了一手牌，然后小猫进手，继续单张的 K 进小猫。从盘面上看，哎呀，他还去拖一手，没有强攻。哎，八葫芦是兜一圈，
这牌巧了，外面俘虏不利啊。嗯，本来呢他就应该是单单的可以进小猫，保留着四王，你们不炸呢我就十勾的飞机，再不炸再八虎。他现在是这么一个顺序，因为这边起风啊，刚才是四 K， 现在还有五张皮蛋。八虎的多条件地形挺好打的，挺好的。嗯，这一盘好在没有报到，嗯，打赢之后呢，一下子追上了，啊，追上来了，还有八分的差距。两分。徐俊明负二十了。叫了两分，六七四王，上面都是对哦，八道尖的姐妹队，多一张十，下面四五两队，四五两队难受啊。开局对子，外面两家都有一对王，啊，空着有两论家两线杀，裸单，我们看看中路的牌，中路也是将来去配顺子，嗯。先肯定是浪过，顺子的话作为地主来说呢是七顺最舒服，五顺他不舒服的。我们看看门板怎么攻，三姐妹，三姐妹地主要的勾蛋 K 还是蛋 K 呢，这勾蛋 K 贪了一个小便宜，但是呢这样就丧失了一个牌权，否则蛋 K 呢勾反正不影响，还能连着八九十勾的啊，这个小便宜呢赚的不便宜。蜂王啊，这蜂王想干什么，这两手牌打的有点问题，这张王分的莫名其妙，本来假如这个盘面上两间是两张勾的话，前面也是大猫可以直接用下来的，外面是只有一张，本来是基本赢定的牌，现在有可能要输了。这把牌地主假如打输的话真的不应该，这么好的牌，外面还有两王呢，哎呀这牌打输的，嗯，本来四王在手的话这个时候就打一对八也赢了，外面两王阻击他，最后失俘虏和两间还有冲的机会，现在输定，一把好牌啊，可惜了。二十六分。他这三姐妹也没打好，本来四姐妹蛋 K 的话多好，落单他的三套大猫，三炸，三手牌的牌，哎。还有两分多钟，大家决定飞谁？三分。这把牌对三号位来说比较关键啊，八分。炸弹少。两炸，七十，牌还算准。蛋 K， 开局先八九的飞机，单单的五，单张五，哎，这怎么可能？几
齐峰马上把他炸停，以为他是偷牌权的打法。用尖和王来传牌，应该单单的混两尖可能是最佳的一个手段。现在打一对攻了，两王又被塞住，再分王。那这样万一农民对子来的话呢，他就没有任何的牌可以过，王还能给他混掉。现在两把五星的等着他，回他对子了，这个一对勾打的，哦，直接输了，更凶悍，都是要不了的牌型。这边又去阻击，干嘛呢？这个 K 俘虏，哦，这个门板这手牌看似比较负责任啊，其实你不用负责任，这个中路自己得打俘虏，出问题找他，对吧？你也不用去，大错就来不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中路肯定是没牌点了，只能这样去处理。现在尖做大了，弟子有点机会了，尖去干嘛不上啊？哦，这个地主排不住的，尖最大了不知道。是啊。现在想起来了，这边会不会开炸？不炸闷蛋。哎呦，这牌竟然给打赢。那问题什么？就是朱俊明啊，自己 K 俘虏一主机落单，创给地主创造机会，否则不要的话，这边又是一对。紧张了，是直线进攻。有的时候你负责任，看似负责任啊，其实是帮倒忙的。很难判断。很难判断，你我打出去就赢，你打的牌型我就不拦了，出事就是找你，对吧？你去负责任啊，好像他单张是空门，弄到后来人家剑王都在手上。三分。五十勾。最后的九分钟，碎啊！五俘虏，他只能拆掉。嗯。先打一张七吧。四，往上配是吧？往上配，他这样更亏啊！六七八九十炸弹也是。这边六七八九是勾弹，那打一张七好，七肯定是要把处理掉的。是是是，这个四到底是往下还是往上，就有变化来。这边准备攻他了，三四的飞机，下一手就是十勾弹 K。炸弹是敞开的，而且还有大帽。地主还有一张王，农民是阻止不住了，皮蛋先过掉。再进王，现在他手上的牌型保留十炸弹，那就是三一对、七一对、九俘虏、K 尖俘虏，那应该是果断的打九俘虏。
不管他怎么去打啊，这把牌外面存在两炸，这中路啊皮蛋后搭一对七过之后，将来七八九就跟他攻了，直接炸吗？是张师，现在牌局也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了。门板追的话，这把牌有可能又会逆转，没追还算好。现在就是分 K 分尖的战斗了。啊，他没分 K， 分 K 呢就是跟门板考试，我外面肯定还有很多尖的。分一张 K 呢，门板最佳的手法就是分一张尖。分一他自己跑了。嗯，但是。还剩五分多钟，那就是一号、三号。你打到中后盘，你还不知道外面的尖是接快，那这个。大小猫啊，顶。做地主啊，你肯定是不太称职了啊。否则呢，你分 K 还有机会偷，对吧？再叫一档。一档战术忘了。哦，分了。啊，但是他现在差不多啊，分数。对啊，叫一档的话还可以比小分嘛，起码不会荒翻。是，荒翻的赢了就追不上。嗯。好，这样擂主的机会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抓住。吃俘虏。俘虏不肯，没俘虏回的，应该打一对七，嗯。满肩俘虏，那对于地主来说还算不错，因为至少 K 肩有机会过。五顺，那正好有包，九到 K。嗯。六顺是九到肩，在地主来说，现在呢牌比较散，三把炸弹对子很多。K 都顶不住。门板就负责准备炸他大猫了。哎，本来梁任嘉良呢打完也是打对子，现在呢地主主动打对子。嗯。任嘉良急啊，你塞什么呢？才把顺子还是到位的。五顺的传递是比较，哎呀，坑拿出来，五顺他又是放下去了。总归追了，我就不给他出牌型。牌怪了，大猫中路开炸，地主应该是不够了，死亡的冲刺被拿下，嗯，这样擂主啊，荒翻的，三张六，嗯，唐人别跑了，还有三分多钟，差了二十分啊。投料还不够啊，都要打两把，只能摊了，嗯，八十勾还算好，哎，比较整，三把炸弹，但是对子有点多啊，嗯，前俘虏可以用搭对七的，上面变成勾弹 K， 还可以，框上只有一张王和大猫，啊，农民的压力也是很大，特别是中路任嘉良手上。手无寸铁，没的。朱俊敏呢，也是只有一把王炸。这边有两把。这边两炸，但是顶不住啊！地主大猫先进，大猫进了之后就是肩负搭一对七空扔了。
好，冷硬不急，看你怎么传，我要过一个王者进大帽，然后就是一气呵成的攻势。哦，这样看来只要时间够，地主三炸对三炸要拿下的。农民牌不整了、啊、对着地主舒服了，但是摊打时间费起来特别多。那任嘉良王为什么小猫不接呢？他不敢接，接了自己也没牌，没人接，那只有对子了，包他大猫。这对于汤玉雷来说、啊、只有这一条路。地主过皮蛋就不划算。哦，开炸了，开炸了的话我麻烦了。这四张皮蛋是最大杆的，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对子打到底，你把小队留在手上，大队子全扔光，这样地主机会又来了啊！因为盘面上三炸对三炸，地主呢只要大摸不进，对子一路下去啊，输定的牌。现在打什么？只能落单了，打一张六，或者打一张三，打一张六，等地主动一张九的时候，大摸再打一对三，啊，这个是门板最佳的一个牌打法了，因为你看着牌应该清楚，只有这一条线路。门板看来看着牌这个基本功也是有问题啊，不知道怎么处理，超时了啊，对子你不能打了，只能一条路的打单张，现在地主呢过了尖之后打不完啊，过一张九就好了，他过了一张尖，时间到了，嗯，那地主确实没机会了，因为外面还存在一炸四王。那恭喜任先生成为今天的新任擂主，我们的齐峰齐先生啊，挺可惜的，又是倒在门槛之上。嗯。票数倒是很高，任先生233票，从中抽取两位。停，恭喜这两位先生获得今天的竞猜抽奖，所以说这个还剩将近20分钟的时候，领先20多分一点都不安全。是啊，别人一把报道打成这个分差一下子就拉得非常非常近了，一个不留神就失去了领先。任先生最后呢他应该是不过节啊，配肩负勾蛋配还有机会的，但是没打出来。对，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有人说，这个城市有些冷漠。脆弱的时候，只能拥抱自己。疾风990，邀您一起。但有时，一点帮助，一丝关怀，一份幸运，就会带来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英雄，但每一刻我们都能创造温暖。2017随手正能量，为好人点赞。Last two, David Coulter. First time at Formula One. As you can see, it's bigger than a race. She's elegant and mysterious. Downforce, slipstream and drag. You can't be first, so you beat the best. In the end, when you're down to the last two, winning is about strategy. Strategy.First time at Formula One? Yeah.